来到广福环保站，要给你按个赞啊！感恩哦，你怎么那么会唱歌？感觉好像是邓丽君的好朋友哎。没有，我真的差你一点点。哦，哎呦，啊、可是，一般唱歌都是放个这个，小小的打赏箱啊，为什么你是放馒头？哦，今天我知道你没有吃早餐，所以我准备了满满爱心的馒头来请你吃。不瞒您说，我们一大早五点多就出门啦、啊，所以来到这里看到馒头就觉得，哈哈，给他一个快乐的课这两粒吧。告诉你哦，这个馒头可是我们广福环保站的特产哦。为了录影流畅，我还是先试吃，眼睛试吃就好吧。好哦不过有这个非常诚意的味道，它里面有满满满满的爱心，它还有感人的故事哦。有，真的、啊？什么样的故事？请看律师啊。有没有？这一个是老面呢、啊，就是很香的老面，你看，每次都保留五台斤的酵母，继续下次要用的时候。做酵母来用，消化比较不好的人，那我想吃这个都比较健康一点。本来面粉长得是什么样我都不晓得，怎么会做呢？是因为新华乡之后，有一些师兄师姐就是要上班啊，那匆匆忙忙结束了以后，没有吃早餐啊，那师姐就建议说用去买的啊。买了一段时间之后，买了馒头，然后就买了其他东西吃早餐，大家都很不适应。那如果用这个老面呢，就不一样了。哇，所以刚才你给我的那两颗馒头是吕吕达师兄他为了照顾熏法乡的师兄师姐亲自做的哦。对啊，就刚心的呢。对啊，哇，温暖我的胃，温暖我的心啊。对。其实李师兄他是董事长哎，以前他是实业家哎，当处长。对啊，啊，当处长应该带我去证券行啊，去伊个银行啊，是伊个办公厅，那带我来菜园啊。乐于田中的工作，他喜欢种菜给我们吃，所以他是个都市农夫。对，我们来听听他的人生故事吧。干杯嘞！李师兄，李师兄，阿妮来看你了。今天第一次看到你本人呢。谢谢。啊，刚才看影片哦，我除了感动之外。更好奇你的庐山真面目，我可以打开给你看看呐、啊。那弄不起啊？啊，因为那一段时间是妈妈受伤啊。哦，妈妈刚往生的时候哟。对对对对。哇，说到妈妈，人家都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啊。那我觉得你也是我们慈济的宝哎。我想妈妈一定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是妈妈给你的身教言教吗？对，因为妈妈把那个善的种子种在我的心坎里面。哦，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呢，妈妈带我到庙宇啦、育儿院啦等等慈善的地方呢去布施，哦，就是要把最好的种子都种在我心里面，所以说我今天呢做这个慈善的工作。啊，那会想要捐这块地啊？因为有这姻缘到位的时阵，是阮叔姐呢，因为伊带我入住者了后，伊讲啦，咱这个所在呢。地区呢，无这个真好一个环保站，是不是？咱来买一块地。哇，所以有了这块地，你们这里的师兄师姐就有一个安稳的家了。对。哇，一拜啊，感恩啊，感恩啊。哦，让大家做环保又安心，然后你又种菜给大家吃。啊，你家有什么菜料啊？啊，这有这个香茅草哦。香茅哦。这种的是香茅草。啊，明叔兄，你应该评看卖，真香哦。哦。刚才你拔口罩，现在换我拿口罩哦。我看看。哎呦，那香到袂讲的啊！这用做这个香料哦，香茅。哦，人讲香港的香真香，拢是香啊！你们这是广福环保站的香茅，香香香。感恩啊，感恩啊。哦，啊，除了香茅，你们还有种什么？啊，咱这里是朝天椒，啊，这是九层塔，啊，后边有茴香，有这个香菜。啊，你种这个菜。除了打发时间之外，应该有更大的意义吧？我种这个菜呢，是给给这个志工来吃。这个因为这无对外来卖，吼、哦。啊，这个、种的是拢是一个有机菜。是。哦，因为师傅常来讲一句，这个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啊。百丈禅师的精神啊，所以你也是效法净思精舍、自力更生的精神，哈。对对对，用正确的方式来看。
你真的是上人的好弟子啊，再拜，阿弥陀佛，感恩你啊，感恩啊。我们现在要离开了，谢谢李师兄，我们要去那个访问那个香积菩萨，他要做好吃的素食料理，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哦。一起推素咯，一起推素哦，来一起比个赞，行，来。离开了太原，我们来到了香积厨房。来到了香积厨房，感觉好像少一位主厨哎。我们现在要先欢迎80岁的九美师姐，但是她看起来只有18岁哦。哟，她有体力、耐力、活力，只有18岁。我们现在掌声欢迎九美师姐。18岁啊，30岁。80减50，30啊，三十而立啊，哦，九美九美。那慧玲师姐很喜欢唱歌啊，哦，她想用一首歌来介绍你啊。18的姑娘，你多花一朵花，九美师姐人人夸，人人夸，那首好菜。是素食，素食真健康。欢迎，感恩阿弥师兄。怎么感觉因缘小聚又回来我们大爱电视台？对呀，对呀，对呀，对。谢谢九妹师姐今天要来滇港湖啊。我们先讲一下今天要做什么菜。异乡千里，哪个玉？遇见你，芋头的芋哦，蚵啊，蚵啊，哦，就是这个蚵啊。吃蚵，人人拢有好头路。哦，啊，芋香千里需要哪些食材？凉薯，凉薯，这是师姐自己种的哦，很甜。是米灯啊，米灯，红萝卜，红萝卜，青菜，青菜，这是最健康的。好，啊，这里，这倒葵，就是虎皮半圆豆皮。好。来，第一步，先从简单的来哦。嘿，你下指令，我来做。你就切滚刀。滚刀。滚刀就给它滚，就是滚刀了。是他滚，不是我滚。对对对对。好。看你的。他滚，不是我滚。对对。切几刀，切几刀，安尼干掉。丢一档，弄一档嘿。啊，再来，马贝切了。红萝卜咱有啊，你要切一个，弄一个艺术的话，那来。切丝啊。切丝。小心。嗯，这红菜头会走呢。哦，对。啊，刚才拍摄我未记。安尼吼。好。没有问题。好，过来。因为凉薯哈。哎。我切个给你看。好，你切给我看。麦香薄啦。麦香薄。嘿哈。哎啊，这里给你切。幸运型。哎，不要手指翻就好。啊，安尼哦。好好厉害哦。安尼。现学现卖。好。这东西要做。做料呀，对哦，有。好，过来。切丁，就是。好，我觉得切丁。吃芹菜会越做事会越来越勤快啊。好，对，跟你一样。对啊，勤劳啊。全部切好，料都备好了，对不对？是。那我们就开始炒。炒哦。哦，那用什么油比较好？葵花油。葵花油，好。都还 OK 了哈。那。锅热一下，锅热一下。油烧要多少？少许就好了。第一个是要炒面肠。哦，顺序是先面肠。对，面肠给它炒一下，它才有筋皮啦。哦，筋皮哦。嘿，啊，吃起来就像吃粉的人，就好像有点肉感。哦，恰恰呢哈。对对对，嗯，免一直拉，给它有筋皮啊哈，你再给它翻一下。捌食过九妹师姐料理人牙手就好啊。哦，啊有好吃哦。那要泡温手，1到10分要给他几分？10分。好，举起你的分数牌，打个分数，1、2、3。哦，满分满分，赞赞赞！我奉劝大家哦，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都戴口罩嘛，以后在家煮饭的时候，除了开抽油烟机，还是戴口罩，真的保护自己好不好？哦，我刚才会不会切太大块了？没有关系，没关系啊，有口感，比较有口感。在家里就要小块一点。哦，在家里要小一点哈。对对对对。啊，来环保站也是切寸菜比较好啦。噔噔噔。好的。怎么感觉你很像那个中古时代的牧羊女？有这样。
爱加一撮粉啊啦，因为咱粉啊底下，粉啊三合粉，就是低筋面粉啦，米粉，米粉，啊用一点玉米粉，哦玉米粉，反正就 OK 了。哦，啊你拉过来呀？不过这是要包的啦，是要包的。啊，今嘛无，咱就用这嘛会使，这同款。啊，粉不能弄太多，用太多，内底袂软，会定去，这样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就把它加下去。这么快吗？对，这么快就是这么简单。好，哦，阿明孙要很棒，很棒，很棒，来，加油，加油，加油。这个马劲，你们那个吹，我过来吹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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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搞阿力，搞阿力，搞阿力。好，那怎么包？用什么包？包包包，就让我想到红包，过年快到了。红包红包，幸福美满到恁家。我们参加岁末祝福，最想要领到什么东西？上人的红包。对，要，咱来伫厝的时候，哎，互手仔拎一下啦。哎，哈，手仔拎，才袂包起来破去。懂懂懂懂，你会收袂啊？袂啦，新妇人拍铁手。哦，今天又学到一句，新妇人拍铁手。对对对，我说阿嬷讲的。哟。我感觉有一句安尼，大目新娘找无着啊！听讲你做主持，甲恁时势有关系哦。哦，那是我女儿。女儿？女儿。啊，怎么关系？她在往生以前。你女儿往生啊？对，她是癌症。她很孝顺，她是跟她娘公。嗯。她如果往生以后呢？嗯、那我自己一个人一直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哦，挂点心嘛，不是办法哦。就推我去培训。她希望我进慈济，就说我们慈济是个大家庭、啊。嗯。他比较有师兄师姐可以依赖，哦，互相照顾。对对对，他就一直叫我去，我说好，我就下去嘛哈。那时候921以后嘛，哦，我就哎要培训啊，培训好了，我就当就承担这个窗口。哦，相机窗口，所以要谢谢你女儿呢。对呀、啊、对呀、啊，真的。你虽然生了她，但是她反而制造机会让你重生。是啊，对不对？是啊，做好就是哎下去蒸。用吹啊，三分钟就好了，不能蒸太久。蒸太久哈，也蒸起起来，因为这真薄，浮衣真薄，你吹伤久，你即马要提袂起来，会哩哩落落去啊，拢破去啊。吹三分钟久，啊，你要吹的是啊，下底啊放一块龟筋，龟筋爱麦淡，你若无淡，即地吹起来就拢破糊糊啊。嘿，秘诀一，龟筋爱用啊淡。对，啊，再下吹三分钟久，掀起来哈。赶紧摕起来，你若无赶紧摕起来，伊吼迄个有蒸汽啊，过紧一根搭起来对无？你这摕袂起来，一条会变四五条。摕起来就变安怎？变安尼？对哦。哦。没有啊，摕起来这是进货的哦。哦，这是成品的。摕起来我的钱哦。对。工序很复杂呢。对，因为这个是人家板豆的菜。板豆的菜哦。对啊，南部吼、哦、那是素食的板豆，一定有这个叫做烧干啦。都一个干。就干。哦，迄、那个干，嘿，就是嘿，吼、哦、啊，这就是早期异香千里。哦，胖胖胖，嘿，香溢传千里的意思。像我在做，如果我要炸的时候，就会香到外面去了。哦，就是你在台湾煮，你在美国的女儿闻得到的意思。是是，异香千里，他在天上都可以。对对对对，因为他是基督教徒。哦，他是基督徒，反而叫你做慈济。是是，哎、欸，所以爱是没有分宗教语言的啦。对对对对对，安尼完了雷。吹完了要挤，嘿，啊，今后今晚怎么样呢？哦，听说这个很多人远近驰名来跟你学师拜艺啊。是是是是是。啊，你拢无看报啦？无啦，我这济岁啊。啊，问题。我三十岁啊，我都要拢要交差。咱钱啊，就是外口酥酥，内底安软软。就是因内底，恁若创的是内底粉，袂使用伤济。啊，我们要加一点，最重要的要加一点。食用的小苏打，一滴滴就好了。那变成四合粉了啊？哎、欸，就四合粉啊。哦，好，所以切盘排盘就变这样子了。对对 对, 對。慧玲，你也拿一个好了。来，你们两个，好来，脱口罩，不要讲话。
真的不简单哦。怎么说？他在我们桃园大小社区都有在推素，然后授课。他是一个推广素食的老师。对，我们现在来欢迎他出场，廖美智师姐。大家午安。跟刚才那位30岁的师姐一看就知道五差啦，她是中生代的呢，今年贵庚啊？我19年次，我是刚好1月1号嘛。我那跟大爱台的生日一样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所以哟，只要大爱台过周年庆，我就会想到在我的桃园八德一位民间友人廖美智师姐也是过生日啊。那今天我们生日歌也唱完了，换你教教我们怎么用你的拿手料理来推广素食。今天要教我们什么菜色？我们今天来的就是素食那个河粉素食卷。河粉素食卷需要哪些材料？我们今天大致上用到的是红萝卜、红萝卜、四季豆、四季豆、小黄瓜、苹果、苹果，还有紫山药、紫山药、木树芽、木树芽。对啊，就是用一般你讲河粉的话买不到，我们就是用我们台湾的那个板条就可以了。第一步要怎么做？我们就是小黄瓜把它切条，小黄瓜我们是不穿烫的，就是直接把它切条就好了。四季豆的话我们就用穿烫的，这不要用蒸的哦，用穿烫，穿烫起来之后用冰开水把它冰镇，它就不会变黄。对啊，红萝卜还有山药你可以同一锅一起蒸。苹果的话其实苹果有加分作用，你就把它削皮泡盐巴水，它就比较不容易变黄。好，包的话就是我们第一个这个一定要用，因为板条它比较软啊，我们等一下直接用那个保鲜膜卷起来，用卷帘作为辅助哈，把它打开，用剪刀剪，不要这样拉拉，它会揪揪在一起。好，就是板条哈，板条，对啊，它你就这样拨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哈。OK， 好，打开之后我们就海苔片一片，海苔片一片，这个就让我想到范晓萱的一首歌啊。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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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我们把它放好，是不是旁边还有一个空缺，它不是海苔的宽度，我们可以把海苔片我们可以把它裁，它就可以把这个补齐，是不是等一下就再多一块出来了。对啊，这边头你要留一点点，不要有海苔片，你等一下它包起来它才会粘得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沙拉，就是我们主要的黏附他们这些食物的得力助手哈。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要的食材把它放进去，是不是又缺一角？我们用剪刀把它补。做菜也像是在上美劳课。其实我都把做菜当作是一种修行，修行越难的我越想做。可是当你完成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喜悦是无法形容的，而且譬如说你经过的那个阶段，就像我们修行一样，你经过的那个阶段，你就你会去融会贯通每一道菜，其实他们都是有相通的。对，真的是超级讲师哎。不是，完全可以对应在佛法中啊。苹果哈，我们就是接着就是苹果，好，它这你就把它接着就好了。苹果平平安安，好。都有好结果，对不对？那我们就换什么？你看什么颜色没有，你就放哈。这个没有硬性规定，我这个颜色好，一定要哪一个颜色哦。没有像过马路要看红绿灯，要先绿灯才能走。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我们现在接的颜色都有了，好像还少了什么色呢？小黄瓜，对不对？小黄瓜，瓜瓜瓜。那我打开，跟刚才一样，不够的话，我们还是要用接的。您在社区教学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不是，就是真正有在教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上人一直呼吁每人人都要如素。是，对啊，因为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要做上人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社区啊，之前是有陆续在社教啦。从小就是有这份有这样的功夫吗？8岁开始起大早那种了。8岁。我一起大早开戏，我都有起过早，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是70岁的经验的经历。8岁哦，这个沙拉要挤的时候，我们到最后要包的时候，绝对不能把沙拉放在表面。你等一下包的时候，狗啊骨也哦哈。反正最上面一层不能是沙拉就对了。对对对对，其实木薯芽摆在上面，你等一下压的时候它还会比较紧。好，来包这个就是我们两个手。这样子哈，把它卷帘拉起来，这样子拉啊，保鲜膜不要跟着一起哦哈，来，
这样子啊，把它压压之后，这个把它往里面卷，一定要把它往里面卷，往里面卷之后，对，保鲜膜要跟着卷帘一起拉，对，这个在考验人。我们就大概轻轻的，这个就轻轻的就好了。好，那我们来用刀子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剖面哈。来，我切给你们看。所以在卷的时候要力道要够哦，要扎实。对，来你们看，它是不是都没有空隙？哎呦，哈，就是这样子。对，好，就这样包。好，这一项就大概这样。那可以给我2分钟的时间，我讲一下环保吗？没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都会用这一些来装材料，我们不用很漂亮的盘子啊什么什么，其实我们都有用意哈。这个是这一些都是从我们环保站习服回去的，有包括这个锅子、这个炉子，还有里面的瓦斯罐。对，你看它这个都是旧的，我那里还有一个历史更悠久，生生呢。就是里面还有的，我们没改拼掉。很多餐厅哈，就是用过之后，他们就全部都丢掉。哦，其实它都还可以用，所以有时候你们只要到我们。洗釜站那边就可以请购到这一些洗釜这些东西，其实再生利用啦。对，我们做环保其实不只说口头上说，其实要身体力行，真的在做环保这样。对，说得到做得到。是是是，任何事都一样啦。对，听说今天你除了展现河粉卷之外，还要推广净丝织粮。我们的织粮，对。这个是用什么做的？这个是用我们的五谷粉做的。就是去净丝书轩请购的五谷粉麻衣，对，这个就是麻衣口味的，麻衣口味的就是绿色的。啊，你假如要做核桃糕的话，就是用我们的核桃，啊，这个是山药薏仁的，是，对，就是这样子。哇，今天真的谢谢美姿师姐教我们这么多的料理的 people， 也希望大家跟你一起来学习实用好吃的素食料理。那最后，请你把口罩拿下来，我们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跟你的成品。接受我们的喝彩，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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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一起来。喊口号，大哉教育，非素不可，加油加油加油！谢谢美姿师姐，谢谢广福环保教育站。健康舒适身体好，生活简单不烦恼，大家一起动手做环保，地球公公哈哈笑。一日五餐很重要，理性健谈多动脑，冷气少。